昨天早晨7点多钟，在南京的一个草地上，有一名年轻女子马上就要临产了，躺在地上疼得大叫。市民发现后立即报了警。这名女子躺在草地上，身上盖着毛毯，不停打滚。民警一边安慰她，一边联系120救护车。别人心想：娃娃怎么这样，怎么慢啊？你看电视，那是最后一段，她进产房也要等好久的，好不好？坚持一下啊！周围居民说，这名女子可能是外地人，经常在附近转悠，具体情况大家都不清楚。你是哪里的？是大理。师傅，师傅能再给你说话？不能咬。由于疼痛难忍，女子咬着民警的手缓解疼痛。120到达后，立即将女子送往医院。